突然眼前的这座矿道出现了一个新的身影，并且快速的消失。玩家追过去后，只见一块TNT正在闪烁，他赶快避开，所幸没有大碍。玩家也看清楚那个身影的长相，是一个艾利克斯皮肤，拥有白色的双眼。玩家在消息框向阿坤说明了之后，阿坤立马就肯定，那肯定就是艾利克斯 Brain。 服务间内同时出现了 Yellow Brain 和艾利克斯 Brain， 这也太疯狂了。阿坤让玩家赶快回住所，回来后想下一步的对策。